大家好，我是台南看屋去的 Gino。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间大楼，这间是有整理过，基本上你只要一卡皮箱就可以入住，然后可以看到它整体的开放式空间非常的大，这是它沙发的区域，那跟后面的厨房是做一个开放式的空间，所以你不用担心说看起来房间看起来会很压迫。然后这是它的用餐的位置，整体上真的是非常的明亮舒适。那我从这个角度可以给大家看，就可以知道这个空间非常的大。那我觉得这样开放式空间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不管在哪一个地方，你都可以跟你的家人是处在一个空间的感觉，并不会说老婆在煮菜啊，那老公在客厅看电视，好像就是区隔开来。包括小孩子在做作业，在客厅这边，你们彼此都有感觉在同一个区块的空间，那我觉得这样的氛围就会是比较好的。那再看一下我的房间大小，这是它其中的房间，非常的大哦。那这是第二个房间，基本上放一张双人床跟衣柜，我觉得都是绰绰有余的。然后这个是它的浴室部分，我觉得还算是蛮刚好够用的。那这是主卧的部分，你可以看到非常的大，也舒适。我觉得基本上这样家庭上来使用是刚刚好。然后这个主卧的浴室，我们进来看一下。基本上它浴室没有做很大，就是都还够使用。那整体上我觉得这样的空间是很刚好够用的。那我们再回来客厅看，客厅、厨房跟客厅的部分都有一个相通的阳台。我们去看一下阳台的位置。这是阳台的空间，它这个阳台非常大，基本上你要做放那个洗衣机啊，或是一些清洗工具都还蛮方便的。那我是台南看屋去的 Gino， 如果你们有想要看哪一个大楼，就可以跟我讲，那我去再去帮你们做个介绍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